这么晚了还没回家？手头事情有点多，打算就在公司睡了。你留袁如一个人在家？没有，她去国外旅游了。那正好，我刚加完班，怕回去太晚吵我妈睡觉，先在你这儿凑合一宿。不许偷着乐啊！整天玩这个有意思吗？神炮！我在部队那会儿，电子设备是明令禁止的，尤其我是狙击手，视力保护非常重要。你退伍这么多年，也没见你跟上时代发展啊。你这种手机啊，连微信都不能发。哎，话说，最近怎么没看到你妹妹啊？不是说了吗？出国旅游了。可是之前我在这儿训练，也很少看到她。怎么了？你想她了？切！你又不喜欢她，留着她干嘛？给你添堵吗？你不是媚奴吗？怎么还会替我考虑了？我不是替你考虑，我是替你们俩考虑。强扭的瓜不甜，既然没有可能，干脆就让他断了这个念想。我后背有点痒，你帮我挠。哎，我给你介绍个女朋友怎么样？为什么呀？今天你亲小辽哥的时候，没看到那群女学员嗷嗷待哺的眼神啊？你知道吗？我突然想看你和一个女人恩爱的场景，铁血汉子被柔情女子，画面特别有冲击感，想想就很热血沸腾啊！一边待着去。你怎么还不走啊？走？你不走，我怎么找女人？哎呦呦呦！那我得赶紧走人。这玩意有啥好吃的？有这么多甜水果不吃，天天啃这破大酸家伙。这个一点都不酸，越脏嘛越甜。不信尝尝。酸死爷了！你
哎，千万要把游戏记录给我保存了，不然刚才那会儿功夫都白搭了。怎么了？我就不应该相信轩大宇告诉我这款机器能玩大型游戏，结果还不是卡没了，浪费我感情。整天玩这个有意思吗？山炮。我在部队那会儿，电子设备是明令禁止的，尤其我是狙击手，视力保护非常重要。你退伍这么多年，也没见你跟上时代发展啊。不会是昨儿机器故障，今儿又好了吧？不对呀，游戏记录没完全恢复到我昨天玩的进度，还差了一小节，应该是人为的，不是机器的问题。你昨儿晚上是不是动我电脑了？你知不知道你把我游戏删没了？哎，问你话呢。哎，